吃螃蟹就是要吃大只，吃新鲜，快乐蟹的硬米肉蟹活泼乱跳，这么大只这么新鲜哪里找得到？加入一大群的炼奶，是在烹调他们最新独创的螃蟹料理 Oreo 芝士蟹，浓郁的芝士酱汁，再撒上满满脆口的 Oreo 饼碎，口味新奇独特，一定要 try。 很聚少就听得多，很上蟹小编还是第一次听过，咸湿奶油蟹不会太甜，所以吃多也不腻。看看厨师炒到火候十足，是店内的王牌日式瓦萨比奶油蟹，刺激的口味提升味蕾之外，那炸馒头蘸酱吃根本就是绝配中的绝配啊！虾膏炒满的龙头虾，用来烹调芝士生虾米粉，让你在享受鲜味的同时，也能吃到芝士酱，还能感受到饱足感，就是爽。大火油炸的是巴达雅泰国猪手，炸到金黄香脆，再搭根特制的辣椒酱，简直就是又脆又辣又香。要来点不一样的 pattern， 加入真正的红酒的红酒一只股，会让三层肉酱红酒吸好吸满，以及上桌前再淋上红酒，想一次过吃到多种海鲜，啤酒海鲜包有螃蟹、鲜虾、带子、蛤蜊、拉拉，再加上熬了六小时的汤头，以及整支啤酒，不止料很足，酒香味也是非常足。